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准时收看《稳操胜券》节目。那今天的加权指数啊，下跌了68点哈，这是创所谓的波段新高哈，第一天的一个拉回修正哈。那投资朋友们，你可能会认为说，这根拉回修正好，是否已经开始走向所谓的空头哈？那这个答案呢，我想哈，否定的机会比较大。好，我们来看一下电脑萤幕哈，这个电脑萤幕告诉我们呢，这根长黑 K 棒，啊，它在下缘的部分呢，它留下了所谓的长的下影线，好，这个长的下影线代表在低档区啊，它是有支撑的哈。但是多方的格局里面，它是属于一个缓涨急跌，所以说你看到关键的这一天，好，8月8号，好，连续大涨的4天创新高，好，这个地方短线上面涨幅啊超过200点，好，这个200点的一个行情啊，到今天的话高档震荡整理哈，明天收红的机会会非常的大。因为今天开出来的盘叫2点低盘，买点在尾盘以外，啊，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横盘呢，震荡整理的一个区间啊，哈，所以说高档的一个多方跟空方的一个判别的话，就能够决定各位啊日后啊一个胜负的一个观念哈。我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告诉各位啊这个观念，也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只有这三种模式，好，一个叫多方，一个叫空方，一个叫整理的一个区间。那目前为止是属于多方控盘里面的一个整理的区间，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还是一样要站在所谓的买方，尤其是目前为止啊，这个股价在低档区的有一些股票，你真的要逢低来开始做出个布局哈。那我们看到的这档股票，从严老师8月8号开始跟各位讲拉回早买点，好，一直到所谓的连续创新高之后，又来到近期而言的一个所谓的高点区，在8月10号。那你再看到今天的一个大盘走势，大盘下跌了68点，但是这档股票持续的创新高，这个就代表说，你当时候如果说在低档区开始布局，开始做出个买进的同时啊，这档股票你是有机会赚钱的哈。那当然今天在创新高，这个短线上面的涨幅已经超过70%了。已经超过70%了哈，那这档股票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整理形态，这个整理形态你去做出买进哈，看不大出来哈，这个地方是突然转强的，要看成交量啊，成交量只要如果放大，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买点哈就会产生哈，那所以说这档股票的话，好，我建议各位了哈，那不要去做出个追加，好，拉回的时候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好，基本面啊都没有改变哦。鸿海集团的股票是属于一个长波段的一个操作哈。那包含8044的网家，嗨，网家这档股票，我们从所谓的5月13号开始操作，好，有买有卖，先行做到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好，那这个叫8月8号，我相信这是第二次的操作哈。从8月8号开始以后，我们在节目里面就不会再公布任何的简讯的内容哈。那这份资料有在所谓的啊，分享会的同时啊，送给各位的哈，希望各位开大门走大路，每一个人都像严老师一样，在低档区布局成功之后，这档股票短线上面啊，你看到20%，后面还有机会再做出一个大涨的动作哈。那有人打电话进来问老师，老师啊，这档股票你做不做？好，我相信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你都很清楚啊，老师会做，老师一定会做啊。但是老师什么时候做？我相信没有办法通知给各位了哈。今天的股价最高来到234哈，股价会不会从2字头到3字头到4字头？我相信你每天在看节目，你都可以拭目以待。那为什么有的股票它会大涨，今天大跌哦？今天加权指数是大跌哦，这样股票一样上涨，为什么？它有业绩题材啊做支撑了哈。也就是投资人认同的股票的话，比较容易看到一个大涨的格局了哈。那今天来。注意到了哈，老师要跟你讲的是什么？好，不是创波段新高，好，也不是说我们有发一通简讯，好，这个简讯当然好保护我们的会员，我们不会再公开了，我们不会再公开了哈。那老师今天要教给各位是指纹辨识的一个商机哈。也许你手中有一只手机啊，是属于高阶的，好，25000块钱以上的，哎，你可能就有所谓的指纹辨识了，好，用你的指纹来做出一个开机关机的一个动作，以后你的 NB 啊。也会出现所谓的指纹辨识嘛？啊，包含你开的那个车子啊，好，今天你就不用带钥匙了，
用你的指纹就可以启动了哈。这个应用端非常多，包含你家的门禁的一个管理，好，很多方面都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指纹辨识啊。所以说这个商机，包含这个专利权，好，我认为这个商机有机会，好，在今年度啊产生一个大爆发。所以说股价从老师之前跟各位讲的，你要去低档去找买点，好，赶快去做出个重压。到了今天，严老师创新高，但是老师先讲啊，老师一定有发简讯给你。老师一定有发简讯给你，你放心啊。我们这种简讯呢，经得起大家的考验哦。这种简讯的内容，我们真的不方便再公布了哈，因为我们之前公布了很多的一个讯息嘛哈，包含营收的一个成长哈，在所谓的三大报表里面，请投资们注意哦，包含这个低档弱转强的一个买点，啊，包含呢你持续看老师节目的这个商机，老师之前就跟你讲过了啊。红三兵啊，这个就属于技术分析里面的红三兵，渗透率加上应用端有机会大涨，从一根涨停板到两根涨停板，啊，从两根涨停板之后到创新高，啊，目前为止的话拉尾盘，啊，到所谓的持续创新高。严老师说过了哈，一档股票能够赚100%，能够涨一倍、涨两倍，你千万不要说老师我只赚10%哈，这种观念的话应该是不正确的哈。你能够赚多少拿回家，这是你的本事，你的本事你就尽量拿回家好。从三根停板，也许你认为涨多了，到四根停板，从四根停板的话到什么？差一点到第五根了哈，新朋友，啊，新朋友就是你最近才加入的啦哈，新同学啦，啊，那旧会员就不用讲了哈，新同学你一定注意到7月7号老师一定有发简讯给你，啊，连续涨3天，啊，三星目前为止市占率啊，全球大概是维持第二了哈，他已经将指纹辨识啊列入到所谓三星必要的配备啊，之前可能只有高阶啦，后面的话可能连中低阶都开始有了哈。来，我们公布的讯息哈，刚刚讲过了哈，这个讯息公布之后，以后就不会再公布了，好，就不会再公布了哈。来注意一下哈，神盾这档股票在今天啊一样大涨。好，那神盾的后面的操作哈，你是严老师的会员，麻烦你按照我们简讯操作就可以了哈，你不用担心这档股票啊怎么走，你都不用担心。你只要按照严老师的简讯就可以了哈。那老师今天有买进一档股票，好，我相信严老师都是事先讲，事后来验证，啊，不是说涨了以后才拿出来讲，绝对不是。好，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啊，这档股票老师今天有没有发简讯给你？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哈，因为这边老师有写个简讯嘛哈，虚伪造假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哦。来，这档股票今天涨了8.27%。老师call你买的时候，老师call你买的时候到尾盘，你应该是赚钱的，啊！但是老师不需要你卖掉，为什么？因为这张股票虽然创波段新高啊，但是它只是一个起涨点，它绝对不是一个终点啊！这个终点跟起涨点要搞清楚哦。有些股票虽然哎，你看起来很强，对，今天大盘大跌了68点哦，这张股票还大涨了接近9%，还再创波段新高，尾盘还是有大单去做出个买进哦，买了358张哦。严老师在节目讲过哦，尾盘如果去买进这档股票的人啊，他要负担，好，隔天开盘的一个风险，好，因为他非常有把握，他可能去做出个买进嘛。买进之后的话，他要怎么样？他要去承担风险啊。好，那这档股票你不要看现在。你要看未来。好，那公布7月份的营收成长，啊，那1到6月份是不是衰退？没有错啦，衰退啦。好，从7月份开始成长了哦，股票要看未来哦，不是看现在哦。啊，外资之前有没有连续10个交易日站在买方？有了哈。你喜欢看的 K D 指标有没有从低档去开始做出个翻转？包含尾盘这个地方有买单。来做出一个介入的动作哈，那这档股票我们啊带着会员买了就买了，我们就敢在节目里面怎么样公开跟各位讲这档股票我们进场了，我希望以这档股票能够帮我们的新朋友带来不错的一个所谓的获利的哈。那股票手中要布局，如果说你没有布局的话，我认为后面都是假的，后面都是假的哈。那你要锁定的股票一定是飙马股啦。你不要去找那些老师啊，只有涨10%、涨20%的股票，好不好？不好。来，你要锁定的就是飙马股，我们要锁定。好，
操作股票很多档嘛，1600多档，你就锁定一档两档，你认为会大涨的股票，但是要回到基本面，基本面好的股票，它在未来走势里面比较强，基本面好的股票，它在所谓的大盘回档的时候啊，它是非常的强势嘛，哈，就像这档股票，我举个例子好了啊，就是这档股票一样，今天大盘跌了68点，这档股票为什么是逆势上涨？为什么逆势上涨之后再创波段新高？严老师还叫你续报，哦，它有机会会成为飙马股哦，它有机会会成为飙马股哦，好，我们都是事先讲哦，没有马后炮哦，那之前有一份资料哈，立达做短线的，你可能已经赚钱了啦哈，你放在口袋了哈。后面的简讯内容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我们先讲这档股票，目前为止我们是赚钱的哈。那这两档股票，尤其要注意到第三档股票有机会会成为金策第二，机会非常大。好，那还是有些投资朋友他资金部位比较大的，他说：“严老师啊，我能不能做到一个单股锁单？非常好，好有志气，好要做单股锁单哈。”那就不是做波段的哈，单股锁单的股票啊，在低档区你要注意啊，哪一种形态最强？是多头反击，还是形态突破？啊，这叫多头拇指嘛，还是做所谓的多头吞噬？应该就是多头吞噬啦。好，所以说你要选择这种股票，多头吞噬的股票，今天唯一开放的一档股票，单股锁单。好，我先讲单股锁单哦，来导播拉近哈，来再拉近再拉近，拉越近越好，来。这边有根长红 K 棒哦，你看到了哈、哦，来再拉近一点好了，来，好、哦，这样可以了哈、哦，可以看到了哈、哦，这边有根长红 K 棒哦，它就是属于一个多方吞噬，好、哦，目前为止突破颈线了，好、哦，导播拉远，好、哦，那这档股票有机会大涨哈、哦，就是各位锁定的单股锁单哈、哦，那老师要先讲哈、哦，产业翻转，之前不好，七月份公布营收不错，外的商机非常大，好、哦。那这张股票有机会，这个产业哦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个主流已经产生了啦，大家非常确认呐，这个主流已经产生了哈、哦。目前为止补量上攻，好，那今天这张股票开放给全国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好，只要你今天一通电话，你这份资料一定拿得到，一定拿得到。我们现在就开放给各位，立即开始拨打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千金可买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68。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办好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态势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姐，谢谢你。从我2年前失能后，就害你日夜忙碌照顾我。没什么啦，听说政府在推动长照保险，等实施之后，妈跟我就轻松多了。什么是长照保险？长照保险是政府办的保险，全民共同分担保费。若经过评估需要长期照顾时，就由保险来提供服务。支持长照保险，减轻照顾负担。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上半场的节目啊，有跟各位讲到哈，想要单股锁单的哈，那要赶快把握机会啊。单股锁单，我们也不会每一次开放哈，我们大概一个月就开放一次了哈。你如果对于刚刚那张股票有兴趣的哈，你电话拨通好就可以直接索取哈。但是严老师的会员哈，麻烦你啊，要按照我们的简讯，我们一起来操作哈。股票市场啊，这个操作上面啊，难度哈，我认为还好了哈。那你要做到这个找对人。啊，做对股票，人找对了，股票做对了，你自然而然能够赚到钱。好，怎么样来找股票？产业基本面，产业基本面好的股票，它在未来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波段涨幅会比较高。技术面只是让各位来找买点，啊，筹码面来判断所谓的等距的一个所谓的侧幅哈。那我稳操胜券操作原则哈，你每一次你只能够操作三档股票，每一级会员。颜色提利提损避开风险，以实际的绩效来跟各位讲，不会虚伪造假。好，选股注重基本面、技术面，这是严老师操作的一个原则哈。那你从近期以来看到我们的股票，来从这档股票开始看 F 讯息，来，这个低档区就是要找买点。我相信从你看节目到目前为止，两根停板之后，到今天怎么样，再创波段新高，好，再创波段新高，6462的神盾。短线里面上涨了85%，到今天为止，严老师还发了一通简讯告诉你，简讯要保密，简讯真的要保密。好，我们的神盾，我们绝对不让人家知道我们这个简讯的内容了哈。但是今天老师要问一句话，今天的股价最高来到234块钱，阿里有赚钱不？啊，这一个嘛哈，你需不需要后面再大赚？好，如果你真的要大赚的话，这个简讯你要保密啦，不要让别人知道哈。那这档股票呢，股后啊，现在真的可以称为股后了。今天最高价股价来到多少？1010啊，1010不是蔡依林啊，它是代号6510的金策啊。这个股价到现在为止啊，还有人讲说它不是标股吗？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承认了，老师啊，这档股票就是大标股，啊。但是不要空口说白话，哇！起码站起来讲哦，哇！这个地方我如果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哦，那该有多好！哇！这边画个买点，哇！我画上去，好，这种方法都是不对的了哈，那都是不对的哈。证据会讲话，这张股票老师称它为什么？股王之路啊！股王之路在5月4号收盘价682，你去可以去查一下历史资料，啊，严老师经得起验证。老师当时就认为他有机会会成为股王啦，所以我们称一个名字叫股王之路嘛，哈，股王之路只有600多块吗？啊，老师不止啦，到700、800、900、1000，老师会不会到1500？会不会到2000？老师不知道。你要看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趋势啦，哈。那当然，你今年看到的成长性非常高，以后的一个产业趋势也非常明显。好，但是决定权在什么地方？决定权在他的现金股利跟股息啦，今年6块钱真的配得不高啦，配得不高啦，后面成长性空间啊还会更高嘛。你就像之前看到大力光，好，一年可能只有这样配12块、15块，一直到后面，哇，他配股啊现金啊越来越高了。所以说你近期而言看到的大力光，来，老师快到4000块了，老师快到4000块了，好，6510的金策成长性如果继续成长的话。股价，你说1000块钱会不会高？不会啦。好，但是回到之前，有没有一个分析师跟你讲，这档股票会迈向股王之路？你可以查一下资料，啊，来外资投信，啊，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啊，老师的痕迹非常明显，有买就是有买，啊。我的会员都可以来验证，这个简讯虚伪造假，愿负法律责任哦。5月5号、5月9号、5月24号，三次先公布。新朋友，7月5号，啊，挑战776，扣掉现金股利6块钱，770，今天的股价已经来到1010了，啊，不是蔡依林哦，1010哦，来，日周月线黄金交叉啊，外资投信再买方，啊，这个叫证据啦。有证据讲话才大声嘛，啊，没有证据，对不对？
你的会员看到会笑死啊！来，好，老师，创新高的时候你在不在？好，看简讯内容嘛。恭喜涨停，金策6510，涨79块钱，持股续报，啊，因为股价创新高。简讯公布到8月4号，后面就不会再公布了，啊，金策是中华电信的啦，啊，中华电信的成长性非常高啦。1到7月的合并营收啊，高达多少？高达年增啊56%，这个股票真的是有机会。那后面如果说有金策第二，你要不要去买一档？好，值得你怀念的股票。好，金策值不值得你怀念？老师啊，啊，很怀念。好，老师认为不值得怀念啊。为什么？你要去找寻下一档金策啊。你不是现在怀念这档股票，你也可以找到一档股票比金策还要标的。台光电，来，5月12号讲的，5月12号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讲的，这边都有时间来。台光电不是大标股，但是也涨了62%，啊，瑞昱啊涨得比较慢，时间拖得比较长，它也涨了150%。当时候的股价在整理的时候，你认为这档股票不会涨？哎，它就是涨给你看。那后面有没有机会大涨的股票？来，看到这档股票联雅啊，联雅当时的股价你要从这边开始做上来，啊，修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买哦，修正的时候你去买是自己找苦吃哦。我先讲哦，有人就是在修正的时候去买到哦，打电话进来求救哦，啊，你不是老师会员，老师也没办法帮助你哦。我先讲哦，你要看产业啦哈，这个光通讯啊，光主动跟光被动，这个是构成啊。这个光通讯里面啊，三大产业，老师再讲一次啊，所谓的电缆、光纤电缆的部分，光主动的一个元件，光被动的一个元件，其中最大的一个利基点啊，集中在所谓的光主动模组里面。好，那联雅有没有包含所谓的光纤跟所谓的光主动的一个啊模组？有啦。所以说，中国大陆啊，去年所推的一个计划啊，叫做光纤到府。啊，包含12.5计划里面第1、2阶段，包含二线城市以后都会用，这个叫做战略上面的一个考量。英特尔计划也在推所谓的光纤网络，传输速度快，啊，资量可以大量的做出一个下载。所以说这档股票你要注意哦，老师先讲了，你要注意哦，不是说股价修正结束以后你认为它不会涨哦，啊，你认为它不会涨，它不见得它不会涨哦。之前啊操作的一个证据啦齁，我们常常秀简讯啦齁，我发现其他的老师啊好像都没有在秀简讯啦齁，老师一定是秀简讯，老师有买吗？我就直接跟你讲啊，五倍啊，啊，五倍啦，哇五走啊，会员来验证啊，新朋友啊，新同学啊，外资的筹码老师也帮你看好了，英特尔计划也帮你看过了，产业基本面来，你没有时间看，老师帮你看。哎，老师真的会帮你来看啊。那这档股票该怎么做？好，我们会请我们的会员开始做出一个进场布局哈。如果说一档股票你认为会大涨，麻烦你勇敢的来做出一个切入的动作。如果说你认为这档股票目前为止可能不会涨了，那你就必须怎么样换股操作。好，换股操作锁定什么？来，飙马股。举个例子好了，好，举个例子的哈。老师啊，今天大跌呢，大跌68点呢，有没有股票逆势上涨还可以创新高的？有啊，这支啦，我们会员手中有的哦。老师不会跟你讲说我们会员手中没有的哦。来，今天大盘大跌68点，来，这样股票创破断新高，来，里面有简讯，哪一级会员呢？来，你站出来，大方的承认你手中有，而且你是赚钱的，啊、哦，上涨多少？啊，今天上涨快9%了。他尾盘还有大单去买，很奇怪，大家很捧场啊，很捧场啊，啊、哦，那这种股票就是怎么样，创新高不要乱卖哦，老师先讲哦，这种股票创新高你不要乱卖哦，老师没有叫你卖哦，你不要到时候涨上去你就说老师，我认为赚够了啊，10%20%，不对了哈、哦，来这份资料没有拿到的哈、哦，今天一样啊、哦，打电话进来拿，不要客气哈、哦，这边还有两档股票啊、哦，有机会有，其中有一档啊、哦、会成为金策第二哈。哦，稳操胜券啊，低档布局，我们认为多头吞噬比较强，多头吞噬比较强，速度会比较快。来，
这档股票开放给各位单股锁单哦，单股锁单，产业开始翻转，你要的是这个，你要的是商机很大的，你要的是未来的主流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V 型反转之后走整理形态，结束了，已经结束了，明天有机会直接喷出去。好，那新同学、新朋友来，新的投资组合三档，由于老师亲自通知。好，今天这一档股票单股锁单。麻烦各位电话一定要拨通，电话比较难打，电话一定要拨通，直接把它带回家。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早知道，跟对人，你也可以早知道。韵达投顾严老师，顶级尊荣 VIP， 买一送六八。韵达投顾严老师，即刻起限时回馈168，速洽02-27810909，27810909。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办好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台湾要和世界做生意，需要更多的好朋友。当其他国家都在签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当然不能缺席。台湾走出去，经济更有力，外资走进来，产业更升级。Thank you。加入区域经济整合，再创台湾经贸奇迹。当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